我真的无语，这假发。来撕名牌的时候，你要撕名牌的时候，啪，头发下来。要撕我！凤凰楼的身后就是当时皇太极和他的妃子们所居住的后宫。啊！去瞧一瞧。要去后边那个后宫？后宫不？去去去！一人加50块钱。啊，发出了平时唱歌音域以外的音，小唐大脚。这样，我们来一把两个队一块上，可以，就是一黑一白，公平。有道理。我觉得可以，谁先猜出来谁先。这样你们派出一个你们觉得最厉害的人，我们派出一个，我们就玩两轮就结束了这一把。范 PD， 是吗？不是，我们抓紧。我们是不打，他们是佩斯。什么？他们姓陈吗？ 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和他的哥哥陈布达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啊，真的，我的天哪，我真能干导演了。你就是想取代他是吧？太炫了。我可以申请我的队友是苏炳添吗？拜拜，国家博物馆，感觉就在那上面。 雷哥，哎呀，大勋，快！我就来救你的。好，你一会儿咱俩能配上，我跟你说。这好像是一模一样啊。配上了。哦，你真聪明。现在就请秦皇姑达奉出皇宫马场，越早到达。走走走，走一步我的更好的。这不用了，跟我走，我车在那儿呢，我车在那儿。看你还说，我说老乡老乡的，你还不信？最后给20块。 这么大块，尊敬的，这往下一拿，嫂子得怎么表扬你？这可是真诚。你们给自己两个人的组合起个名。我都起完了，起个啥名？我叫吉林双猫嘛，双猫双王的意思。OK。 圣史蒂芬广场，他不会伪装起来的那种。 啊，在那儿也太明显了吧，就不用找了，这个就在那里摆拍的那种。让你穿私服，你是真穿私服呀？这不就是私服的真谛吗？就是舒服吗？我来看看啊，太简单了，就对上了，这就我俩一对呀，对上了。我一猜就知道是你。
今天我们俩这个组合是什么？白饭。经纪人跟女明星，我穿的也太随意了。主理人，取个洋气点的名字，大白米饭。什么？太炫了！我已经说了一早上了。维嘉。Hello， 我不叫维嘉。我们赶紧。快，我们俩就不用拼了，我感觉。虽然我如果不是我们俩，我现在就坐这个车走。试试。是我们，是我们。好，我们去车上走吧。行。所以我们俩的头衔是什么呢？我找了一个，我们外号叫伸张正义。谢谢，拜拜，加油！伸张正义，正义加油！伸张正义，加油！谁给我打电话？哎。喂 ，Hello 啊，明天，我是李晨，陈哥好，你配对成功了吗？没有啊，没人打电话给我啊。啊，我现在来找你，好吧？我在那个埃尔特大学广场。好，埃尔特大学广场，好吧？对。好，你等我，拜拜。我的，咱们肯定是第一个。我们最早一个队，咱是第一个。我们应该是最快的吧？天哪，这游戏都不用动脑子。反正陆姐肯定是在我们。那我们就是倒数第二，应该就是第三局。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布达皇宫的皇家骑术馆。布达皇宫始建于13世纪，是匈牙利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场所。肯定是第一个。首先出场的是139 Club。 哇，这么隆重。哎呀干嘛呀，上来就让人看见了，果然比我们快啊。得在我后面走。为啥呀？我在前面举牌吗？你是后面代表队吗？走后。第一个到的吧？太聪明了！又来人了，我他妈以为他是第一。哎呀，干嘛呀？上来就让人看见了，果然比我们快啊！你俩叫啥组合？QQ 猪，今天双猫。不是，怎么就看成 QQ 猪的了？吉林双猫是什么意思？大王嘛，两个大王嘛。你们这是啥名？重现江湖了吗？2019年的名。哦，是雨琦当时创造了139公斤的成绩。对，我的成绩是138公斤。我觉得多举了1公斤。后来我发现可能是我那个机器的那个皮带断了。你可拉倒吧你，6年前还要再解释一下，不用了。又来人了，差不多，咱没快多少啊。杨颖。哇，这么快！我说这组合太不让人惊喜了，你们俩我一猜就猜到了。你俩名字我都写对了，叫白饭嘛。白饭，大白米饭，字面意思吗？想念大白米饭了，就一口一个中国味。这人跟深深他俩叫啥呀？他们是什么唱歌组合 ？Vocal 组 ，Vocal 组，歌手 ，Vocal 组。又来，伸张正义 ，Yes。一二一。哎呀妈呀，好慢啊！我们第四道打的，还有一组都还没成功呢。伸张正义，可以，你们好正能量。恭喜在场的8位都找到了你们各自的搭档，除了
另外两人，他俩还没有找到。哎，你们不觉得晨哥跟炳添哥一组有点太强了吗？对啊，收拾我们几个如秋风扫落叶般。他俩一组，我们还玩什么？对啊，玩什么？从武力上来讲，我们这一组比较弱。炳添，我看到你了，晨哥。他们所有的人都已经集结完毕了，是吧？对，但是我想导演应该不会把我们都两个这么强放在一起，哇，还真是完美的配合了在一起。来了，听到尖叫了。对不对？对，对不对？他俩人都铁青着脸，你知道吗？好不像一个队哦。你俩要不改名叫对不起队，对不起耽误大家太长时间了。我确实没有办法预判节目组的预判。说吧，谁不想认谁？以我的判断，我觉得可能应该有一些对从能力上的一些分配。分配就是王不应该见王，强者跟强者应该分开。结果发现真的是顶天，我就问他对不对，对，对不对？没选了已经。所以我们这个队的来由就是这么来的，力量与速度真正的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比赛下围棋，恭喜大家都成功找到了各自的搭档，欢迎男子百米亚洲纪录保持者，东京奥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铜牌获得者苏炳添，欢迎。再次欢迎《奔跑吧》栏目飞行嘉宾、纪录保持者魏大勋。飞行嘉宾、纪录保持者，还有这个记录。大勋是12季节目加4季特别篇，一共飞行过8季15期。今天是你录制《奔跑吧》的第16期。哎呦，这6期哦，跑起来！光飞都快录完2季了，真的。是我次数多吧？那应该没有。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至，一股热烈的运动风潮正在席卷全球，而我们本季收官之战的主题就是 MC 最强联盟竞赛。继最强社团之后，最强联盟，你们五组都是我们心中最强联盟的有力候选人，希望你们可以奋力拼搏，博至武汉，向最强联盟的称号发起冲击。接下来先请大家看一段 VCR， 详细了解今天的比赛规则。 哪个 VCR 是 VCR 在播？现在在播。哇哇，都已经上到这个地步，好歹拿手机给我们看一眼也行啊。天哪，太炫了。大体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看？给我们一个视线。坐在这里，到时候把他那个坐在这里。MC 最强联盟竞赛的终极环节是运动超能力出名牌。各位今天最终要使用的运动超能力，需要你们用MC 益生菌酸奶的磁贴来进行解锁。在撕名牌环节之前，累积越多的 MC 磁贴，就能越早解锁自己队伍的运动超能力。根据大家到达的不同顺序，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 MC 磁贴。这就是撕名牌环节之前所有可以发放的 MC 磁贴了。虽然我们不会再发放，但是你们各位有机会将别人的磁贴占为己有。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最强联盟竞赛，现在就请各位换上你们的队服，要开始第一项任务。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的若水校区，这里既拥有了文艺的氛围，也是充满了体育的气息，深受着孩子们的喜爱。那经过了激烈的3个热身赛，我们的体育社和文艺社是终于要迎来对决的时刻，它就是百人捉迷藏大赛。首先
我们就要有请两个社团的成员代表出场。欢迎大家。大家对我们今晚的百人捉迷藏大赛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就有请杨 PD 给我们讲一下今天大赛的细则。谢谢杰妮，请先稍事休息，谢谢。谢谢杰妮，谢谢。现在为大家详细解释百人捉迷藏大赛的规则。你们两个社团的躲藏区域就在身后的教学楼中。负一层和一层是文艺社的六位成员加50位同学的躲藏区域。两层啊，还给规定了区域啊。二层和三层是体育社的六位成员和50位同学的躲藏区域。这怎么藏？太大了，这没地方躲呀，都特别的明显。这个我要进来吴亦凡。大家都会选择躲在这种地方。我想躲的每一个位置都有人。百人捉迷藏大赛分上下两个半场，每个半场15分钟，一队负责抓捕，而另一队负责躲藏。每抓到一个同学得1分，抓到一位成员可以得10分。抓捕时需要用锤子触碰到对方的身体才能认定成功。能不用锤子吗？拿啥？拿肘击啊。哎，太狠了，有点。如果大家都清楚的话，还有一个信息告诉大家，今天在微博截止18点，30万网友参与了奔跑吧全员捉迷藏大赛的互动，也因为你们的全程参与，今晚奔跑吧官博将解锁兄弟团捉迷藏的直播镜头，10位同学也被网友选中，开放躲藏视角，让更多的网友沉浸式的体验到今晚的捉迷藏大赛当中。好。根据大家热身赛的结果，要先请体育社来决定在上半场当中是率先抓捕还是躲藏，因为你们在第一项热身赛中获得了次序决定权。我们先防守吧。先防守。好，体育社在上半场当中率先进行躲藏，所以文艺社在上半场要率先进行抓捕。最终我们累计得分更高的那个社团就是2024奔跑吧最强社团。马上就要开始今晚的百人捉迷藏大赛，会躺才会赢，拥有喜临门享受深度好睡眠。喜临门恭喜之前获胜的队伍，接下来在最后的比拼中，希望大家有喜临门喜运相伴，发挥出最佳水平，最终取得优异成绩。我们现在就要先请我们的100位同学们前往各自的躲藏区域。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加油！出发吧，同学们！请两位社团的成员前往各自的备战间查看你们获得的道具。你想伪装成一颗篮球吗？这个篮球不会是要画特效妆吧？是像弟弟那个西瓜头吗？就是宁可被抓也不要把自己变成一颗篮球。是的。想过去娃娃机里抓娃娃吗？啊，就在这儿啊。这个太突兀了，那娃娃机一看就是假的，太假了，都不通电，倒也是挺突兀的。不是那篮球吗？好，藏得好，我不藏这个。你们这也太明显了，你这有个 GoPro 太明显了。我不躲这儿，没必要，这是个坑。你们已经引起了公愤，你们会被观众骂的。
们身后有你们获得的道具。安慕希售卖机里的藏身之术。这个可以。这个是高级的。这个高级，这个绝对高级。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去里面找啊？谁来这个？这个好。进了吧？不是，那我得脱一下。插个塞子进去不？可以。哎呀妈呀！哎呦，像个虫。我得这样。好可爱啊！是不是有弯腰的说法？这个太新了，这个太新。把它磨一磨。磨漏一点。哎，没，这好难。磨干嘛？妈呀！不过这更奇怪。做平板支撑是不是？不是，张妹妹你在颤抖。看得出来吗？你能坚持15分钟吗？好累啊。又闷又累，不行，而且形状也不对。出发之前，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年销量60亿片的米多奇烤箱膜片。米多奇在很多消费者心中代表了膜片这个品类，是一款大家非常喜爱的产品。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不光有米多奇膜片，还有米多奇膜钉，推荐奶香可口味和香葱牛排味，特别好吃，大家可以品尝。牛排味，哇！米多奇膜钉香香脆脆，一口一个，真的太好吃了。真的吗？我也吃一个，谢谢。今天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自我磨砺吧。各位成员请注意，距离捉迷藏大赛开始还有10分钟。先去熟悉熟悉。我觉得这个好，把自己装成一袋垃圾倒进去，把垃圾盖身上。算了，拜拜，没时间了。现在还没开始找是吧？那我在干嘛呢？我的娘啊！我不敢躲着，我还是回那个地方吧。我真是不敢躲。收起来，我的秘密公之于众了。我去，哇，能躲，这里可以。哎呀，给我 GoPro， 谢谢，我进去了。我扶着你，你上去吧。你踩我肩，小心，这太安全了，这能躲两人。你往里藏吧，没事。谢谢全哥。出去一下，谢谢。走吧。我要不爬到那个上面去吧，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到那儿去找我的。各位成员请注意，百人捉迷藏大赛马上开始，倒计时5、4。冲了！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箱膜片赞助播出。奔跑不怕痒，擦一下停。本节目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乌苏啤酒就是硬核，本节目由乌苏啤酒赞助播出。上 Z 世界部落，参加奔跑吧探班团，部落独家阿善等你赢。明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破解完才可以复活，继续撕名牌哦。刚才吃太多了，但我现在撑得都困乏了。哎，我的超多超火 LGC 益生菌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呢？嗯，肠道活了，我也活了，终于写完了，快走，跟我回现场吧。各位成员请注意，百人
捉迷藏大赛，倒计时5、4、3、2、1，游戏开始，游戏开始。什么？重了？不是二楼，你是三楼。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姐，你找这一排啊。好。我一个都搜刮搜刮，他们怎么那么脏？这应该说我说不进去吧？藏得住。这应该不会惹人了吧？这应该不会惹人了吧？你的藏这么深吗？大家好，这里是垃圾桶。不能放过每一个奖品。圈子盖不住我，不行，去去那边去。哦，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进去了。哎，这种地方我都想找了。哎，这种地方我都想找了。这么难找吗？好难找啊。out。好深呀，藏太深了。哎，这一个都没有吗？来人了，来人了。藏在冰箱里啊！太狠了！这是个人呢！这是个人呢！辛苦了，还有比他更辛苦的人呢。他们在追着我，我是当代垃圾，我是一袋寂寞的垃圾，可以适度摆烂，不能一直摆烂，一直摆烂就会变成个垃圾袋。外面的人都在精彩的生活。精彩的生活，突然鸡汤来自一袋垃圾的忠告。15分钟，好漫长啊！如果下辈子让我选择，我会当一个篮球。
我都有点转向，这咱来过吗？我都有点转向，这咱来过吗？等会儿，好像没有。盒子可以打开，不可能。婉芝是不是有点太安全了？有点孤独呢？一个都没有吗？能藏哪儿？哎，怎么这么深呢？藏的？啊，为什么我找不到？哎，我好挫败啊！不开心，找不到人。哎呀，至少让我找到一个嘛！没可能啊！去哪儿了？六个也太闲乎了吧！才六个藏，一个都没找着，怎么还找不到呢？完了，感觉时间要到了。我看看，重心安全带什么？各位成员请注意，距离攻守交替还有三分钟。这么难吗？来，这儿一个，这儿。嗨 ，Hello， 宝贝儿们，这儿一个，哇，厉害，出来，今天出来吧。嗨，嘿。你们还连连看呢，杀红眼。还有几分钟？一分钟，我要在一分钟内抓两个人。不行，这样太憋屈了，让我出去跑一跑。我决定要当个火把，去给他们争取一下时间，扰乱一下他们。这个花园说实话也不是很隐蔽啊，这怎么藏？都太常规了，我觉得。
这里可以。这里有一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个拿出来。不好意思了，保洁阿姨，一会儿我再帮你收起来。这儿其实还行，你别说，哎呀妈呀，太脏了。但强者不抱怨环境，再抱怨抱怨吧。这个窗户待会儿可以关的吧？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个外面有一个女孩子，然后一旦有人发现她，应该就不会再看见你。我觉得是聪明，真行。走到这儿，这个东西她即便是看到了，别太突出，你知道吗？让她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堆杂物。躲在这儿，我是真酷啊！我家木奇他们想不到。我先进去，然后挡一个，然后他再挡一个，然后别人发现了之后，就还有一个板子不会知道的。外面的桌子帮我挡一下，要把桌子门完全看不到。欢迎来到我的躲藏现场，拼了！我的家啊！各位成员请注意，百人捉迷藏大赛下半场马上开始，倒计时五、四、三。快！这几楼？一楼和负一楼。什么？这一楼也太大了吧 ！Come on！ 没有，他们拿到了道具。什么道具呢？这房间没有。宝贝，这肯定有的。没有？我这学校设施也太好了吧，现在。放的挺会藏啊，小伙计，这里不能够吧？哦，你还真的挺狠的，好难找啊！哎呦，吓我一跳！你好啊，同学。我这个地方特别难找，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会躲在一堆考卷里。坚持十五分钟。我觉得这个按摩席肯定有用，毕竟这是咱们的道具，得利用上，是不是？好多灰，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变漆黑，是来拜访的。听三天，这个有点磕头。在讲话的，但如果发出。侦探来喽，出来吧，出来吧！我要找到你，我要找到你，公公。哎，找到你了，找到一个同学。还有谁？一个都不能走。一个都不能走。一个都不能走，好，白凶一趟，下一个地方，这都是找过的吧？我的妈呀，大家太吓人了，会不会有人在这个里面？白鹿同行，我没想到两个人。吓我一跳！白鹿骑摩托车走的。这能进吗？
雨绮，我好想找到你，你在哪儿？我感觉我又绕回来了。啊？他不是在这绕圈圈吗？我就说这样不行，挺靠谱的吧？困了，想睡觉了。也找不到我，不行。怎么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情侣？呀，这里肯定会有一个。出来吧，直觉，这边肯定得有一个吧。辛苦，早点下班。打你，哎，辛苦了，出来吧。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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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哎，一个，一个啊！哎呀，谢谢。嗨 ，Hello， 你好呀。哦 ，Hello， 你好。我疯了，我疯了，吓疯了，吓疯了。兔子，打你。不行了，不行了，这最佳位置。这个东西它即便是看到了，别太突出，你知道吗？拿着这些东西感觉都是杂物品，打点土，要不然那太新。今天发挥出我的这个藏猫猫很能了。是谁？沙哥，耶、yeah! ！完了，沙哥 out。他回去了。沙哥，别了。各位同学，请注意，距离体育社发布结束还有五分钟。还有五分钟，这被找过了是吗？还有五分钟，我总要找到一个吧。还有五分钟，不能摆烂。不行，到处都有人，哪里都有人，这里有没有人？呀，找到了，藏这个。这些没有。柜子里，谢谢。辛苦了，帮我看一下啊，这里是不是还会有一个人儿？没有了吗？有啊，心跳好快。哈哈，哈哈。谢谢你，拼了！哎，这还有一个，请。这边还有人吗？这不应该再有了，这再有这简直出神了，这不应该再有。啊！你真太猛了，吓死我了！刚刚晨哥，吓死我了。他们这个一楼也太大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情侣？一个都找不到吗？真能藏啊！我一个都找不到，好难找啊！我们敲一个人就赢了，我们敲一个人就是十分。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他们是不是都不藏教室里什么的？咱只有同学藏在教室里。找到了吗？没有，他们躲哪儿呢？仔细翻，仔细翻，找到他们同学也可以。应该找不到我吧？应该找不到我吧？我这已经是在捉迷藏的最高境界了。
这儿可能找一个人，刘爷夫人。这要是谁能真的躲在这里，你今天得拿冠军。郑恺被我抓住了！啊！恭喜！感觉像柔道或者是摔跤什么的。相扑嘛，一会儿开始来。眼疾脚快。一位成员在场地中间就位，其他四位成员坐在四周，用球击打中间的成员。四人同时扔还一个一个扔？四个人交替扔。只有一颗球。哦，躲避球呗。这个球必须在地面上走，对吧？不能扔起来的。这不算。谴责他。在中间的成员，你的一只手必须要碰在地上。是瞬间可以跳起来的吧？瞬间可以跳，没关系。瞬间是什么瞬间？就是那个最暧昧的瞬间，就是观众觉得可以的瞬间。比赛结束后，坚持时间最短的三名成员不可以获得冰箱贴纪念品。你先说谁在中间吧。导游呗，导游先来。导游先来。哎，导游先来。导游我必须上。他扔球，哦，四脚已经蒸好了，等你呢。来吧，大勋哥，三秒你们不就得给我弄下去啊？用三秒，我们争取吧，我们争取三秒。大勋，你想快点还是慢点？你说我们四个来回传球也能传十秒，那肯定慢点好啊。好，好，好，来。哎呦，你还传球，给他多两秒吧。打到了。飞起来了，这个球飞起来不能算，暂停暂停，啊，试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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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算，这玩意儿挺磨这个管盖儿。对啊，我感觉你跟他那拿到球啊，我觉得他拿到球的时候你往这边，他拿球他好像往脸上那块儿位置。哎，我这样不犯规吧？不犯不犯不犯。来吧，哎，你这球在这儿呢。对呀，等会儿，怎么那么老远啊？来吧。哎呦，有反弹！6秒，太难了，这太难了，这个真难。再来，来手，手。2秒，两秒，行吗？咱们等着，一会儿别让我在某一个角，我跟你说。再来。哥，你太慢了，我给他大勋争取点时间。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连我都不放过呀，你这是。大勋，这回行了，时间够了，我服了，我服了。我你这反而慢，我服了。用时7秒，我服了，厉害哥，7秒。我都服了，也许这就是今天最好的成绩了，真的。女生来一个。喂喂喂，你还玩花式？我只有一个要求，比魏大勋多一秒就行。七秒 ，OK OK。好来。哎，啥意思？这放水了。哎呦我的天！6秒，好，6秒好，7秒也不是很难了，加油！你已经快了，我不允许！来了啊！来吧，沙哥，行，我来。沙哥，告诉他们什么叫走男。这个太精彩了，这必须得算。这没看见啊，没看见。
彩了，这太精彩了！试一下，没有试，没有试一下，没有试一下，多少秒？我先问一下，一秒，一秒，这不是一个大片叫一秒钟吗？下一局就来个一秒，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呀，呀，喂！喂！零点五秒，多一秒我都。我不看，我跟你说，过0.01秒。你要哪个兄弟？你要一秒那个，还是要0.1秒这个？要一秒，要一秒，一秒，行行行，一秒，真男人。这不算。这不算是扔起来打人的，这不算，这不算是扔起来打人的，这球犯规。哦哦哦！哇！快快快！好棒！在哪儿呢？在哪儿呢？8秒62。哇！八秒，比你高，高一秒。太悲伤了。我来吧。这位成员，告诉他们什么叫跑男。你要是没超过18秒，就给你送乌尔善导演那特训一下。但也拍不上封神啊，就特训。只接受特训。只接受特训。哎呦！哦，小心！厉害！好的好的，哇，这都没碰到，碰到了碰到了，天哪，累死我了，厉害，31秒50，可以可以可以 ，Breaking， 你还是回时代少年团吧，你不用去乌尔善导演那儿了，30秒超越不了了，这肯定超越不了，来，质子团上。反弹打的，反弹这个球力，7秒，这是我的最好的成绩。打嗝。20秒了，我觉得应该有坚持时间27秒56。哟，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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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子就是不一样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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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我来吧，来吧！哎呀妈！哎呀妈！哎呀，碰到了吗？你碰着了，刀打着你了，碰到了，碰到了，打着你手了，打着你手了！哎呀哎呀，几秒啊？2秒吧，也就3秒，三秒。晨哥，我能不能是倒第一就看你了。我看出来了，你有戏。弟弟，哎，我能不能比霸兄快1秒，就靠你了。好的，来。哎，切，雨琦，哎，你好中。哇、哦，雨琦放水了。完了，哥，你这行了，你这不是倒第一了，你好好玩吧，你好好玩吧，你。这太难打了。哇！哇！哇！哎，打了，打了。这得20秒吧？28秒56。哦哟！目前是第二好的成绩。他已经有节奏了，来吧。
哇，蔡老师，来吧，哥来。我觉得这一把可能得两个多小时。哦、我看你们谁敢。哎呀妈，还打上桌球了！你别浪费时间。哇！三两，恭喜！我也很长了。真的，他俩好厉害。哇！20秒0.9，哇，这比想象的累，好难哦。你们就互相传吧啊。哎，打着没有？没有吧？没有没有，还没打着啊。再不打着你全面最后了。结果来了个40秒。哎，哎呦，感觉真要40秒了。啊，达到了！啊，达到了！28秒。好厉害，28秒。魏大勋应该是倒第一了。魏大勋还有机会。还有谁啊？我来。程程。但程程没玩呢。哎呦我去！哎呦我去！来吧。刚想休息是吧？我去！哇哇！3秒。好。看出来仇恨了。有看出来了，你俩的关系怎么到我这变音速球了？发挥很稳定啊。行。3秒。加油呀！加油呀！加油呀！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飞起来！哦！帅了！帅了！这不8秒了？绝对有8秒！这得有8秒了！10秒0.4。给你了这位置，行，不玩了，给你了。还有谁？我没玩。哎呀，雨琦啊！接下来，我就有一个要求，我假发快掉的时候可以暂停一下吗？不可以，不可以。让它掉了吧，不是，雨琦也给你一个特权，掉了你可以拿那个接。接着了，也算时长。他灵活，哎呦哎呦哎呦，他灵活，哎呦哎呦哎呦，他灵活。哎呀，这也20多秒，这奔40秒去了。哎呀呀！哎呀妈呀！哎呀呀！哎呀妈呀！这都躲过去了。转体。哎呀！打到了吗？没有，没打到。哎呀，好好，哎呀，我打。要使20秒50。故意的，故意的，这局不算。来吧，不放他走，放水都不行。把第一给他了是吧？为了头套能掉，第一给他了。给了，给了，非要打到头套掉呢。来，咱现在往20分钟打。等一下，等一下。没事，我相信姚一天，姚一天绝对给你打马赛克。哇！这个砸到肯定痛。打完了，再来，放心。跑男的收视率就靠这顶假发了。哎，要掉了，感觉要掉了。我有，已经颠了段舞蹈了。我 ，breaking。Breaking。
等一下，哎，你自己摘还是自己摘？自己摘还是非得累掉？晚一分钟吗？这掉还是不掉？一定顽固啊！卡发卡了吧？你拿走，你把那菜刀拿去。掉！爷爷，你别说，你别说。50秒，7、5。然后我们应该能多进一个假发的赞助吧。费大勋，这个游戏受伤的只有你。达成了。根据这一局大家的成绩，白鹿、扎哥、魏大勋可以获得杯子的纪念品。谢谢。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军队日常训练十分严苛，《史记》中就曾记载，士兵们方投石抄具，就是说士兵每日练习投掷石头和跳跃等技能，军中还会以各种方式选拔精锐士兵，成为锐士。锐士。这不瑞士在这儿呢，这就瑞士本瑞，这有一个瑞士。今天的训练项目叫做投石问路。投石问路，两队将轮流成为攻城队和守城队。攻城队15个沙包，守城队10个沙包。每轮游戏都由攻城队率先投掷，沙包投到的区域会升起支撑杆，随后由守城队进行防守，守城队的沙包投到的区域支撑杆收回。两队投掷完成后，攻城队将利用剩余的支撑杆爬到墙顶摘下旗帜，最终总用时较短的队伍获胜。获胜组中用时最短的人可以获得一块线索玉佩。明白了，请大家穿上威亚服在里面，让我们玩的时候有一个保护。好，护膝跟护肘一定要带上啊。我的妈呀，天哪，现在大家走路都是外八字，这一会儿功夫再过2年我们都成这样了，我跟你讲。确实有点太紧了。哎呀，为大家科普一下，古装戏里面这叫全网。全网是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穿的，我们一般都用半网。对，在这个保护的好。对对对，是这更安全。但是这一趴可能得给我们批瘦一点，因为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会到我们的身上来。沙哥才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人，甚至很自然。而且你看走路咱也不像他们的呀。平常就这么走，适应了是吧？融为了一体。所以两队现在决定，你们哪队先是攻城队，那另一队就是守城队。他们攻吧。行。我们攻、哎、有没有问过我们队的意见啊？这么轻松的就决定了，就这么随意，就这么随意。你有问过我们的心情吗？今天确实时间紧迫，不需要问。没事，你们就先来吧，反正都要再交替的嘛，一样的。你看导演说了。先来吧。咱们分点战术吧，一人三个。我觉得就是打9啊8呀，9、8、7都行，七啊都可以。尽量这三个中间那三个吧，好像想打哪儿就能打哪儿似的。哎，但这样很不公平，我们打九，他一打我们的9没了，那根本上不去。所以是这样啊，你可以在9上打10颗球，对，你底下都打满。我把你们打满，来吧，你得粘到上面才算。来吧，先感受一下。OK， 可以，至少没拖吧？试一下9啊！哇，漂亮！来个6是不是好一点？高一点那排的6，7也行是吧？可以。这仨有什么必要吗？需要你们的意见吗 ？OK， 非常好，非常好。可以。那我来。这是6。哇，可以，这个算什么？这不算，拖把了就没了，无效。哇，还是7。哎，这个厉害，可以。哎，多了。哇，哎，这可以。哇，我们要保一下下面的。对，那个6真的得有。6是吧？这太远了吧？劈叉劈那边去了。这太远了吧？
劈叉劈那边去了。在上面做平板支撑，劈叉。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还一颗我们往哪儿放？我又可以保一个四哥。OK， 来吧，给我们出杆。他们有几个球？十个。那我们肯定上不去啊，肯定是能重复呀。肯定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结局。咱们只要把下边这两个打完就完事儿了。你是这三个啊？啊，来吧，你先来。哎呀，漂亮！收了，收了一个。再把下边这个也下面那个去掉啊。去掉。王总。没了。我就说下面得多保一点，不然你都没上去。再来哪个？上面那个。上面有两个哎，上面两个把中间这个打掉，他把那两个再打了，咱们就上不去。那俩能留一个，或许还有希望。哎呀哎呀哎呀，我试试吧。呆，我去！呆，我去！我去！这是不是违规了？不能这样。这回哪儿违规了？我们给你打气呢，我是给你加油。杀鸡，杀鸡！哎呀，哎呀，哎，哎呀妈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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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一个。那两个中间的呀。哇！要把七打掉比较好。哪个？这个七七。试试啊！快！哇！那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太难了，这得怎么荡过去啊？这个没得玩了，你看一个人的身高就到这，然后那三格你都摸不到的，跳一下，你试试吧。那我来吧，你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哦，我知道了，陈哥。哎，从这儿到那儿不可能，但从这儿到那儿可能。对，我只能从这儿走。对，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这可以刮这些线，我们可以爬这些。这一看玩过攀岩，啊，对吧？我试试。你可以怼它进去，然后爬这个洞，对吧？好，投名号，请准备。我去！哦，哇哇！脚踩的那个对，哇哇哇！你应该能成功。哇！你不愧姓侯啊！你应该能成功。成功了，有时间限制，快快快快，成功了，成功了，哇哇哇哇，哇，惊啊！范丞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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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有何关系？人家姓侯，你的饭你不能白吃。我他是怎么上的去第一条？跳，用跳的吗？扣，哦，扣那个对吧？范丞丞，范丞丞，这腿已经开始软了。你是想上还是不想上？可以吧？来吧，陈哥。陈哥，说实话啊，我如果没上去还行，但是你啊没上去，内讧了，开始已经开始内讧了。这人现在给自己打圆场都打成这样了，你这年轻的不往上上，还让忽悠老头往上怎么也得留一个帅点的画面。
关键我真的我体重太大了。哎呦！哎呦！我的天！哇！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啊！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啊！这绝对经受过刺客的训练。哇！看着我脚都在使劲儿。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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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跳跳跳！哇，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去了！啊！哎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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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很厉害了，还说自己不是刺客，还能上去都是厉害。来路，请准备，来吧。白鹿，你肯定可以的。嗯。哇，他感觉他都不用棍儿哎。这个杆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啊？你是在攀岩吗？就用动就可以了。慢点，慢点，慢点！你踩住，踩住，那个脚踩住，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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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往起站，脚的脚，另外一个脚的支撑点，站，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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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拇指好痛啊！痛死我了！抠着那洞里能不动吗？哇，成功了！换脚，对。哎呀，我的衣服都烂了！那个脚，那个脚踩一下，对对对。哇！哎，骑着骑着，漂亮！看不着你。白鹿都能行，我都已经蓄势待发了，我感觉我肯定也没问题了。大拇指快烂了，好痛啊！凯琪姐，你先上吧。我来下一个吧，因为我不想再看了。哎呀，高明啊！高明啊！急得粤语都出来了，高明啊！哎呀，上去边度，大佬？走走走走。我他的袜子好黏啊！我的袜子！哇，这袜子好厉害！这袜子哪儿买的？是节目组给我的。哎，搞我搞唔掂。好黏的袜子。哇，太厉害了！上去了，上去了。谁设计的游戏？是咱们这个奔跑吧的导演。啊，我的头发！哇，好痛，好痛，救命！哇！刚才那一步是怎么实现的？哦，好轻松。哎，这是腿长啊，他还快呢。快一点，要是这个袜子。我跟你说，节目组的袜子不咋地。走，对。哇！马上拿左手撑一下。啊！哇！好。啊！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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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丞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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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丞丞肯定没问题，人女生都上去了。我可以上，我能上，但是我上就是笑柄。晨晨，你不脱鞋子啊？我不想把我的大拇指废掉。你大拇指进去那个洞真的容易很多哎。我四四的脚，咱俩的大拇指可能不是一个大拇指。等一下，四四的脚，你的大拇指能比这个洞还大？
不是，而且我那二拇指都更长一点，我一进去是俩，我插不开那么。那你就更应该用了，你的力道比别人强，两个钩子。哎，来吗？穿一下，可以，拽住我就行。你双手拽一下，双手拽一下。等会儿，等会儿，魏阳老师拉好。魏阳老师已经快把你的衣服扯掉了。魏阳老师现在都坐地上了，都已经。空中悬停，撑一下。哎呦喂！怎么那么丑陋呢？从后面感觉一根线掉了个名牌。啊，这雅观吗？啊，不是，不叫雅观。先双手撑上去，然后用脚踩住。对。然后用脚踩住。你试一下松手，你看你还在不在空中？你整个打开，你享受这一刻。我的，啊，我这早上喘不过气了。哇塞，啊，有点高。踩上去，踩上去。是好，等会儿啊，姐。你要不要把那个袖套扔下来？这是缝的。不是。哎呀，这我要求太过分了。放手，我够不着急。得胜用时4分02秒，恭喜！恭喜什么恭喜？接下来我们双方互换，来吧，咱们来，咱是多少个？工程队依然是15颗球，守城队10颗球，一样。怎么扔呢？我觉得就集中一点，不让他左右。对，行，咱们就按中间三条。你来，你近一点。往下，走开，别近身啊！好，那球飞挺远，这个，哎呦我，好，可以，漂亮，好球，好准，呀，六，他全连起来了。我觉得是这样，咱们10个球只打6以下就可以了，就6以下全打掉。OK， 上面不要了。滚！耶！太残忍了吧！这不跟他们差不多吗？我们上面还好走一点。他们把这全打完，咱们扔上去？不知道吗？就只能抠了，一定可以抠了。云瑞，你先开条路 ，OK 了。好轻松，哎呀！哇！飞檐走壁。
可以可以可以。哇哇哇！可以可以可以，根本不需要扣动。我踩到裙子了，小心啊！哇哇，这年轻人！我的妈呀！还可以，用时29秒，恭喜！29秒是目前最快的一位。开始了吗？结束了。应该你们所有人加起来的时间是我的时间吧？我来了。使一点劲儿就够上面那个了。哎，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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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心，小心，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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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好。好，好，壮男，好，抓住了，抓住了，对，左边那个棍可以用力，左脚踩，左脚踩棍，对，左脚踩棍，好，对对对，加油，右脚，右脚的棍，右脚踩棍，加油，他只要到了劲儿就很好上，对对对对，好，上面留的太好了，对，上面真的，对，好。给点劲儿，给点劲儿！不行，他们这太好爬了。对，他们的非常好爬。小心，你别掉下来。哎呦！哎呦！这是球。哇！加油！加油！哇！你怎么还能踩球呢，哥？球真的可以踩！哇，沙哥，哇，哇，哇，沙哥好厉害！哎呀，7分9秒！耶，夏天啊，效果不行，什么玩意儿？效果不行。沙哥用时40秒，我用时4分钟。以后管我叫范爹得了。我这好高啊！哇，好痛，这么痛！哎，好痛！加油，加油！不行不行，你还是脚还是得在那洞里。哇！啊！给你扣一下。他头发掉了，你安全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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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发出了平时唱歌音域以外的音，脚疼，大脚趾头疼。赢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哎呀！好痛！程程啊，这一趴剪完呢，你自己，我跟你讲，你看不看这期节目？我当然看，就这一趴游戏，我自己一个人站了5分钟，我能不看吗？看凯哥那个充满压力的背影，他要创造的是奇迹。凯哥在想最帅气的方式，他现在在想他能怎么一脚蹬上去。凯哥，对呀，凌波微步，喂，漂亮漂亮。袖子夹上了，袖子夹上了，袖子
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袖子跟袖子，你撑一下右手，把袖子拿出来。好好好，好好好。哎，凯哥，到刚才为止真的非常的帅气。哎，又是葛公主，哎，又是葛公主。谁设计的衣服啊？第一组工程队用时9分29秒，第二组用时4分22秒。恭喜凯哥在获胜组中用时最短，请来领取你的玉佩。 Mr. Kai， 你这么努力，你是荆轲吗？刺客联盟的领导者。稍后凯哥可以拿着这块玉佩去大街上打探代号为荆轲的使臣或者是统领的线索。其他各位大人接下来惜字如金，两个社团依次进行挑战，负责描述的四人分别只能用一个字两个字进行描述。十万米鹤一百，其余两人负责在高台上答题，屏幕一旦展示高台的木板就会开始缩短，答对一题记一分。来吧，你下来，你下来。行，你去吧，好，体验一下。到台子后面啊，志远，你朝后面。他们为什么在后面啊？不应该在前面吗？他们要从门里出来，直接这么走上去不行吗？也可以，要有点仪式感。哎呀妈呀！啊，这玩意儿还是有点吓人，说实话。浩浩，你先蹦一下试一下。我先蹦一下，你感受一下。你直接这样跳下来，来，我们三二一起跳。3、2、1。3、2、1。弟弟还是年轻了呀，被张真源叔叔骗了。张真源，你都当叔叔了。我已经学会了。3、2、1。我们这是要一直猜，猜到掉下来为止。对，那猜不到呢，就眼睁睁看这俩人掉下来。这不管怎么样都得下来。是的。哇哦！来吧，惜字如金，文艺社第一次挑战，请出题。开始。文。快快快说呀。治河。啥？治河。道童，请出题。你说你说。味儿。味儿。长沙。长沙臭豆腐。臭豆腐。治河是啥呀？文治河。啊，文治河。妈呀，你们都要被捡到 Z 世界去了。好了，来，哎呀，下一题。鞋。周深。周深。个儿。你都带儿化音，这都俩字儿。变长。增高垫。增高垫。前面三个字我都猜出来是什么了。我不是根据身高想出来的，真的。你最好不是根据。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吃。皮冻。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皮冻。皮冻就往猪那儿引呢。狠。鸡腿。鸡爪。猪腿。啊，猪腿。猪腿。啊，猪腿。猪蹄。猪蹄。刚好你对腿部很了解。腿部是他的统治区。这又是他的统治区。又是你的统治区。腿。腿。好。黑宝。黑宝。丝袜。丝袜。哈哈哈哈哈！绝了！猪蹄，丝袜，
不是，他这能老沙都这样了已经。黑宝，乱。这个都已经，这是你比划我来猜了已经。那你们应该没看到吧？啊？你们应该没看到吧？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啊？天哪！你们应该没看到吧？天哪，姚 PD！ 天哪！没有看到姚 PD， 怎么会看到呢？我们应该是没有听到吧？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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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个很难。马。他们还在动，快点，他们要下去了。戒指，啥？戒指是什么？东北话。戒。不行了，没了。快点，空。纸尿布。差不多了。纸尿布。接近了。马桶，瓦，老杨，老杨，什么啊？开裆裤啊！开裆裤，我也没娃，我咋知道有这玩意儿啊？戒指是什么东西？东北话，就那个小孩儿。太东北了，真没听过。恭喜文社第一轮答对四题。你上去。我觉得顺序应该换一下。我说一字吧，会说的说俩字儿。我觉得你最会说了，那我就俩字儿。我争取我这就差不多了。一个字。文社第二次挑战，请出题。哦啊，那个，滋，啊，滋，东北，烤串，串，烧烤。我想说淄博，淄博。下一个。这个难耶。水，杭州，西湖。哦，菜。醋鱼。厉害，大哥，你放心吧，交给我。下一个。哎呀，鸡脚辣，酸辣鸡爪。快了。酸辣鸡爪，快了。酸辣鸡爪，不，芥末鸡爪，五谷凤爪，别的做法，虎皮尖椒，哎呀，多说几个，芥末鸭掌，酸辣鸡爪，酸辣凤爪，芥末鸭掌，五谷凤爪，很有名的，五谷凤爪，差不多，酸辣凤爪，不是还有什么味儿？辣酸。泡椒凤爪，对，泡椒凤爪，停，这里20个字有了吧？我已经躺不下了，没有地方了，还能答三题？下一个，看。干什么？指我？困，睡觉，牛。出声那个啥，出声打呼噜、打呼噜指我干什么？我不就在车里。来继续啊。动作不行啊。长唱。我的态度太多了，演员，歌手，综艺咖，三个字，范丞丞三个字，真讨厌，
这你们都不知道啊？小孩子。快点，快点，快点！抢镜，抢镜，抢镜！抢镜！这沈眼包，沈眼包，沈眼包，沈眼包！哇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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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十指相扣呢？准备吧，弟弟。来来来来来，最后一个了。硬。嘴里。坚果，坚果。嘴里。苹果。嘴里。苹果。滚滚滚。虎牙。蛀牙呀！哎呀。牙，这时候白露不完了吗？对呀、啊。哦。来来来来来，补。还是不了解大家，不了解。点眼包猜了这么久，我确实没想到。刚才沙哥和凯哥一共猜对了五题。走吧，咱俩去吧。我能相信你们四个吗？不是。你们得说，别犹豫，犹豫的全是那时间。我觉得最着急的就是张真源，我是真着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哎，说说不能演，说说呀。那个，哎呀，哎呀，我是真着急，我老想用肢体把他手绑住。就爱唱跳这一挂。文艺社第三次挑战，请看题。啊！怎么了你今天？张真源，蹦，蹦，开始了。只能说，只能说，说呀，说呀。好的，爆米花。哦，哇，你真厉害！凯哥在旁边都急死了。来来来来来来，再来一次。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再来一次。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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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客气了，别客气了，这样。弟弟，等他们组上来的时候你过来。吵的，你说个电影都行啊，吵的。吵的。继续啊，请出题。洗，挠痒，头皮，头皮屑。Yes。头皮屑。Yes。哎呀，我真受不了了，我陈一涵，头皮屑 ，yes。哎呀，我真受不了了，我也想好了。你想说什么？我是老调。歌 ，F 四，三，流星雨。哎，哎呀，这位置真烦。张真源，张真源都没有机会说话了。真正的惜字如金在这里。真源，你就承认吧，你就适合体育组。不行，你根本就不适合文艺，搞体育吧。我适合，再来一次。快快快！哎呀，又知道了。嗯，这也不行。他又开始了，他又开始了，给他发害怕派去，不能理解游戏规则。嗯，赶走。驱蚊，驱蚊香。烧蚊香，蚊香，滋啦滋啦，哇塞，你也开始啦，滋啦滋啦，哇塞，你也开始啦，滋啦滋啦，滋啦滋啦，他也开始演，你也开始啦，这么爱唱跳，这么爱唱跳。文艺生就这么爱演吗？滋啦是什么？这么爱唱跳？滋啦滋啦都出来了。出来了吗？出来了吗？蚊香，烧蚊香，大蚊香，小蚊香，电蚊香，电蚊香。哦哦，他说了，没错没错。我在他滋啦滋啦之前就想说出来了。不是吧？应该是我，还是跟我有点关系。哦，吐，难吃，吐，
赛点了。来来来，点睛！精彩的地方来了。别唱跳啊！你说话呀！水里，哇！海鲜这两个字这么难吗？啊啊！什么罐头？什么鱼罐头？什么罐头？什么鱼罐头？什么鱼罐头？咸鱼罐头。咸鱼罐头。啊！什么鱼？什么鱼来着？哎呦！咸鱼罐头。刚才文艺社一共答对13题，恭喜！该你们了。我们来，大哥引起民愤了，大哥，你太能演，把那些别的节目的风气都带到我们跑男来了。来来来，你去，让你见识一下我们跑男的精神。咱们这样。想不到就下位和过，不让下一个人赶紧说，不要浪费那个想的时间。不要硬，咱们体育组不要硬展示文化水平，好吗？对。体育社第一次挑战，请出题。啊，想好了啊，想好再说啊，别着急。怕。怕。上学。班主任。不怕。上学。班主任。不怕。班主任，不怕，不怕，有没有共鸣？不怕，有没有共鸣？我最爱我的班主任了，放我肯定想不出。对啊，灯，共享单车，不是，共享单车，自行车，自行车，哦，对。打，武术，柔，太极拳，太极拳。哇！生活 is everything。天津，狗里包子。耶！狗里包子。耶！好快啊！高。荣浩，我跳。哇！哈哈哈哈哈！超快断了。下来吧。再来十题，我打十个。沙。头套。假发。肩。假发辫。我真服了，真无语。胡某，贾宝玉，耶，祝福，蔡国庆，太厉害了，我不会要在这上面待一辈子吧？来，玩会儿吧，随便，来你们俩玩会儿。他们俩都没有任何参与感，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时间说话。你们俩都没有说话，来来来来来，这样吧，我帮你打最后一个。奴。行了，没了。说摇 PD 不就好了？啊？啊啊！为要一切都能做到。对呀，你这说摇一天不就完了？他们俩不知道。你，大黑牛，别的，能力者，你，大什么牛？大水牛，别提，哎 ，Ricky 都猜出来了 ，Ricky 都猜出来他是大水牛，本人没猜出来。一个得扔，分类，臭，装的，垃圾桶，对。俩告白，写信封，情书，耶，情书，耶，太有文化了，我去。简单，这个简单。哇，这个好简单啊。十，问你，一百，
阿木西，阿木西，十个字。奔跑吧兄弟，十。过过过过过过过。不能过，不能过。过不了，过不了。十四，十。品牌，十四。过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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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过不了。不行，不能过。十，不能过，不能过。过不了，过不了。十，不可以，不可以。十十十和品牌阿姆西，no。十十为什么十？为什么呢？阿姆西十级酸奶，不对，十没了，不行，不能过。十新品阿姆西酸奶，不对，没有代言了你。阿姆西活性益生菌酸奶。这一题不是我的。这一题的答案是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安慕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年他又推出了全国首款小金罐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每瓶添加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更好守护肠道健康，同时减少了90%的蔗糖，更轻盈少负担。一起干杯，一起安慕希。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每瓶添加十亿活性益生菌，好喝更有益，一起安慕希。体育社第三次挑战，请出题。哎呀！哎呀！哎呀！张，他什么？精灵女儿，时代少年团。对，这太简单了。唱唱，东北。秧歌有秧歌，二人转有秧歌，哎呦，周深，没话说，真是没话说，哎、真的，来来来，下一题，过过过，直接过，直接过，直接过，过，我觉得我们挑战一下，不用不用，不不不，不用挑战，不用挑战，哎，其实就俩字就行，成语鬼怪，鬼，成语，魑魅魍魉，对，你怎么这么厉害？对。什么呀？他绝对行，真厉害，太强了！你这是怎么联想到的？鬼吗？那四个字都有鬼，这个可以过了，真的可以过了。不不不，我觉得可以。歌，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挥着翅膀的女孩，不愧是歌手。周深，你就是王者。这是怎么反应过来的呢？漏题，他们怎么全是这种啊？不公平，这个不公平。有黑幕，有黑幕。我从早上6点背到现在，能背不下来？啊啊！团，颈椎，颈椎，绕绕绳，工具。哎，不能干嘛呢？干嘛呢？啊，拔火罐，挠痒痒，倒过来，痒痒挠。好，不是，请问倒过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倒过来，倒过来。不是，我跟你说倒着。什么叫倒过来？对啊，倒过来是几个字啊？这难道不是一种提示吗？我要补一个，我补一个，倒着。哦，痒痒挠。哎。太过分了。哎，你国国国，下轮去去哪儿？去熄火，去藏捉迷藏，匈牙利。哎，去西湖，我不会游泳。知道啊，确实没通知你去匈牙利，小薇。小薇，登机。小薇去西湖吧。哎。等一下，这个好弄吗？好弄，你说闷儿，懵，闷儿，闷儿，闷儿，牛，水牛，耕地，大水牛，爱耕地的牛，水牛耕地，李晨耕地，成语，李晨耕地是成语吗？不是，成语，成语，月，字字不倦，朗朗，嫦娥奔月，成语朗朗。闷儿，下来吧。成语朗朗闷儿，灵活的手指。
口语朗朗妹，对牛弹琴。朗朗该疯了吧？我们对朗朗老师的评价是对牛弹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范丞丞，你有几条命？钢琴只能用两个字来代表，就是朗朗。哎，好滑，我要滑下去，救命！刚才周深和小雷答对，